抢抢我是不是？抢我是不是？给我一把刀子。我走了。学外嘛，跟你讲笑话。今天是小明啊，他在考试嘛，有一题上面是写说3×7等于多少？小明他数学本身就已经很不好了，一直想想到怎么都想不到。他抬头看一下，哎，时间好像快到了，他就说算了，不管3×7 or 11，我就先写16好了。这个蛮好笑的。有一天啊，老师上课嘛，跟班上的人讲说，哎，有没有人可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？小明就举手，哦，老师要上去讲故事了。那小明就决定讲他家人的故事。七七，他爸爸就在煮饭，煮一煮，煮完之后他妈妈吃完之后，妈妈就觉得这饭怎么煮这么难吃，爸爸就甩他妈妈一巴掌，哎，他说是我做饭还是你做饭？星期二呢，他爸爸买了窗帘回来了，然后妈妈说这个颜色怎么这么不好看？然后爸爸呢又甩了妈妈一巴掌，我去买窗帘还是你去买窗帘？到礼拜四，然后老师就说，哎，那小明在礼拜三呢？然后小明就甩了老师一巴掌，我讲故事还是你讲故事？我刚才讲说奇怪，礼拜三我差点要讲，对对对。我讲故事还是你讲故事？那我再跟你讲一个啦。啊，知道啊？什么酒啊？最烈最凶？爱情酿的酒？不是，雄酒？是气酒？错，八加九。抢抢我是不是？抢我是不是？小明八加九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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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8+9。今天这老师上课，小明小明，4+1等于多少？小明就说是6减1。老师说你明明知道答案，为什么你不讲？你还是不讲武德。上次讲过，但是我换个方式讲啊。现在这个还是上一个，上一个是忘记了。就是我们台湾分南部跟北部嘛，对，那为什么南部跟北部的情侣比起来呢？为什么北部的情侣比较少？这个嘛，因为情侣都来到南部了。错，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。北上啊，幸福的模样。对，要谈恋爱了就来南部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来跟你讲个笑话。你本身就是个笑话。我不讲了。就有一天有一位农夫，他牵着他养了一只猪，一只就去散步。你刚刚那么敏感啊，不是，我觉得你要骂我是猪啊。什么动物呢？他最困惑。是什么？答案是猪。是什么？你看你现在不是困惑了。我上次骂过你了，不会了啦。好，他牵着散步，散，然后这只猪呢，他突然挣脱了。农夫啊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那你知道他后来去了哪里吗？猪圈，泥巴里面。不对。哪里？他后来跟我讲笑话。给我一把刀子，我就知道你要说是猪。我一开始还被你猜到了，空空两声，空空两声给你听哦。但是其实猪它不是空空哎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喂喂。我们一起学猪叫，一起喂喂喂喂。你才是猪。漂亮的福利，我跟你讲个笑话。好，我最近很需要正面能量，不好笑的话我就直接走。不要这样吗？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里，有一个善良的王伯伯啊，他就走到森林里面，突然看到一只冻僵的小蛇。善良的王伯伯呢，就是把它抓起来，然后放在他口袋里面。那经过隔一天呢，他就来到这个森林，然后插了一个令牌，上面写着5个字：禁止大小便。是什么？那是不是蛇？那是大便啊。谢谢你的笑话，我要走了。有天小明呢，他交一个女朋友，他叫做朱静。有一天他就要带他女朋友去见他父母，在进门之前呢，他就跟他父母要大喊：“妈，朱静来了，朱静来了！”喂喂，那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，这个可以了。等等，有一只毛毛虫，有点起床，他就有点吓到。起床吓到了，因为呢，他发现他自己没有毛了。嗯，为什么毛毛虫还没有毛？刚降完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毛毛虫没有毛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啊，我们都比较厉害。你才是猪，你去，你不行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，这个剪没关系啊。